把白鲳鱼洗净，加入少许的盐腌制15分钟，再将生姜切丝，把姜丝铺在盘子上，然后把鱼放上去，再把姜丝、辣椒和葱段放在鱼身上。锅内烧开水，放上鱼蒸5分钟。蒸好后，淋上蒸鱼豉油，再放回锅里蒸2分钟。就这样好了，趁热食用最美味。